吃不出来，真的吃不出来。我和天的信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给你要赶快存嘛。我妈妈其实也，因为其实她吃了货币只是影响她的四肢啊、脑部有一点点冲击。她是第一时间说，那把妈妈接上来跟我们一起住。她妈妈又没记得，每次看到我都问她问她是谁。我说我是水电工阿贤。陆哥，你有三高问题吗？我没有，我心跳才54下。啊，太慢了，太对不起吧。所以我很适合做，很适合做那种长距离的运动，比如说爬山啊、竞走啊。但是那田径就不行，那爆发型的也不行。现在应该少说有4公斤，应该有，就看这个肚子就行了。师傅，我们想说要减少吃淀粉。对，因为我们家族有血糖的不齐，那我没有了，我是没有，但是我会觉得。那妈妈又没有记得，每次看到我都问她是谁。我说我是水电工阿贤。来偷情的。对，那个主角以前叫怡君。哦，你记得？哦，我印象。啊，就是萱萱，对。叫怡君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后来是没有改名的。那是不是后来去酒店当妈妈桑？不是那个，你搞错了。要嫁人了啦。如果他有一阵子之后，是到酒店当妈妈桑。嫁的是林薇薇吧？不一样的人。萱萱呐，不同。我你有住酒店不住酒店？你去哪一家遇到的？我不晓得。没有啦。我比其他公店啦。他公店。那我很感谢。第一时间说，那把妈妈接上来跟我们一起住。我妈妈其实也，因为其实她车祸不只是影响她的四肢、脑部有一点点冲击。我想现在刚出来，我们有申请一个外籍看护，生不出来，真的生不出来。我和听的信太难了，真的太难。哎，你要赶快存嘛，就是之前没有听。前辈或者是朋友讲，没错，突然间又花了，就是随缘。